下，对不对？可以拍手的就拍手，可以动一动的就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朋友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婷宜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所以很高兴跟大家见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文瑜，他也是第一次来，可是跟着我们公益活动非常多场次的，来，都介绍过了啊。来，还有一位小游游先生，来挥挥手，唱歌就找他啊。还有两位正在换衣服要跳肚皮舞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两位也都有来过。好，接下来继续，我们要来带动一个带动唱。那这个带动唱呢，我们是把它变成主曲哦，因为从去年圣诞节开始，一直小苹果，然后燃烧把蔬菜压力大，把这些全部都串在一起，我们把它变成神曲的主曲，让大家一次看个够。好，准备，就跟着跳就好了。就是这一圈。